很多人都说啊，吃一瓶真蜂蜜太难了，老是买到假的。那一没有找对人，没有找对地方，咱们新疆和田呀、啊，几十万亩枣树，而且咱们这边的枣树花期啊，能长达3个月的花期，可以去好几次枣花蜜。你不用担心喂到白糖，没有去喂白糖，因为花都采不完，花是免费的。看这里面的蜜特别多，你看这一动啊都拉丝了，看里面都是蜜啊，黏黏糊糊的，放嘴巴里面可甜了啊，这都是蜜，这里面。枣花蜜在所有的蜂蜜当中产量是最高的啊，最多的，因为枣树面积大嘛，在这边是几十万亩枣树，哪哪都是枣树。上我手里面拿着一瓶枣花蜜啊，这养蜂的人一看就知道它是纯蜂蜜，而且是不光是特别纯，还没有经过加工。你看上面这圈白色的叫活性酶，也只有真蜂蜜、纯蜂蜜才有的标志。枣花蜜是四大名蜜之一啊，历史比较悠久，然后呢营养特别高，对咱们儿童、女性、老年人来说特别合适，吃了以后啊会给咱身体带来很大的帮助，有一股浓浓的枣花香味，香甜香甜的，特别好吃。其实想吃到真蜂蜜并不难，很容易，来产地，这个产地产啥就买啥，咱们新疆和田啊生产大枣，当然生产枣花蜜。